周的活动，校园食安除四菌，勤洗手保食安。所有的贵宾，我们准备除菌，五、四、三、二、一，除菌。我们在第五项学期的第四节内，先来讲解青铜色葡萄球菌以及沙门氏杆菌、致贺氏杆菌的四种食品中毒菌。我们现在现场把它除光光了，掌声鼓励。目前我们在当时一般这个厨工就是厨房作业人员只有检查这个 A 型肝炎、伤寒跟肺结核。那显然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挡住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就是这个食品中毒的问题。所以后来就决定再修改整个这个关于这个餐饮业者的一些检查标准，包括作业人员增加的这个四项的检查，就是。上面写这个除四菌，就是沙门杆菌、致贺氏菌、仙人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Okay. 那也认为这个工作人员呢要重新训练一下，要洗手的一些作业标准要重新训练。那我就把我想在下一次的这个营养午餐采购契约里面会把这个新的这个食安的标准加进去。事实上，我们台北市十一家的餐饮业者。供应121间学校，有11万名学生的营养午餐是这11家业者在提供。所以，如何确保这些厨房作业人员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安全？我们健康检查要检查哪些东西呢？要如何防止这个防止他们是带源层的？所以，那个检查项目要怎么增加？那这些人要作业上面洗手要怎么训练的？我们有一些新的规划。要一起来做这个承诺书的递交。那么承诺呢，在2015年的下学期开始，在每学期前会